强权压不住真理，谎言不能够埋没良知。以磊落真诚面对谎言充斥的荒谬世代。只要有道理，我不计了个有立场的老师。为老师发声，腰骨要挺直。面对香港的自由不断收窄，我们理智上难免悲观，不过意志上仍要乐观。你听紧嘅系思前想后。大家好，又系思前想后嘅节目时间啦。都系圣诞节啦，咁我知道其实大家都开始准备收炉啊，或者谂下究竟喺圣诞喺屋企点样过嘅。咁我谂你都系一样啦，咁都系。谂唔掂啊！我都即系而家咧有两个方向，一系咧就去人哋。即係一個 friend 嘅屋企，咁啊可能三四個夾埋咁樣啦，都唔好太多人啦。一係咧就即係喺默默地喺屋企過咗佢。而家連翻教會崇拜都翻唔到啦。係咯，係啊，網絡崇拜嘛而家。係啊，網絡崇拜係啊。係咯，我上網絡崇拜又係做支援嘅啫，即係。OK， 係咯，所以都未諗到啊，諗唔到啊，你有冇你諗到？好啊，咁當然即係你知而家十月尾又。出唔到外埠啦，即係以前我哋通常會諗就話，一去日本，一去英國，韓國，一去韓國，一去歐洲，過個白色聖誕。而家咧，你自己上網睇白色聖誕算啦。係啊。咁跟住諗住幫襯下香港嘅食肆啊，食下聖誕大餐又唔得，因為而家都六點鐘都收爐。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諗喺今年2020年嘅聖誕咧，大家都會永志難忘。咁當然聖誕過節。都可能是小事一桩啫，咁但係其實有咁加大件事喺依一個學校層面，無論作為老師、作為學生都發生緊喎，係咪啊？有啲咩觀察先？首先第一個題我都想即係講下，真係有班同學仔啦，即係我嘅同學仔啦，佢而家即係喺各界學校掛教緊啦，咁成日尤其小學都聽啊。又話有啲小五、小六咧，即係原本可能一級一百人都啦，但係即係呢段時間呢幾個月咧，冇咗十分一噶啦，因為咧全部都係移民，成家移民。咁啊，有啲朋友就就走啦，即係已經一月前走嘅，即係嗰陣時都未講話講實話咩嗰個 BNO 嗰個5+1嗰個實際點樣行啊？成其實而家都未，即係佢而家講實咗啦，但係即係實際個運作係點？其實咩未 run 啊嘛，因為一月尾先 run。係啦，係1月30號咁留意翻即係相關網頁嘅詳情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到就係一班100人裏邊走咗十分一啦。除咗嗱，當然你講到即係一定係學生自己唔會移民啊嘛，係學生同屋企人啦。咁其實。除了學生之外咧，仲有啲乜嘢觀察咧？咁老師或者甚至係一啲資深老師嘅情況又點咧？嗱，老師咧我就因為其實如果老師就咁而即係咁講啦，去英國咧，佢要重新 register 過。係啦，我都有嚇睇過嚇，雖然我就未走住㗎啦，走唔到啦。好難講。係唔知啦嚇，但係即係都有去做過少少即係留意翻。佢咧如果你香港嘅老師，佢落去英國，係咁咧，你其實要考過個我哋喺香港叫 PGDE 啦，即係 postgrad 嗰張 cert 啦，係啦，教育文憑。但係咧就要去翻英國咧，要重新讀，佢哋就叫做 PGCE 嘅。OK， 咁啊英格蘭係咁。咁但係亦都咧有啲即係我有聽有啲 net teacher 講咧，即係佢哋係英國嚟嘅。佢話啊，其實你會唔會試下喺譬如話喺 Scotland 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試下？因為佢話喺 Scotland 就應該唔需要再重新考，即係唔知啦，即係但係見到咧有啲老師咧。即係應該咁講，你見到佢好似突然間啊交低啲嘢咁樣啊，好似下年佢就唔喺度咁啊。交低啲後事，跟住同事就你唔知佢點樣嘅喎。但係咧，即係唔係我學校啦，但係我就即係知道有啲我有啲又係同學啦，聽到話啊佢嘅即係可能佢嘅同事，甚至係佢上司，就係咁樣交低就走。有啲甚至話可能係某啲學校嘅自己可能係管理層，譬如校長啊、副校啊嗰啲。其實都好似即係，因為你校長唔可以就咁辭職就走噶嘛，即係老師就3個月啫。係啦係啦係啦係啊！就你已經開始突然間就，點解出個 title 話請校長嘅？係咯。突然間又請個副，即係副校長啱啱即係嗰個 post 新出啦。咁但係校長就突然間請嘅，咁你個樣都未似退休啊，咁啊即係好明顯又有第二啲著落啦。即係佢又未必去，即係冇呢個可能性去其他學校啦。咁就應該估計佢就下年就唔喺香港估計。仲有喎。
最近開唔開始多唔多食好多叫戰痕飯呢？一講呢個真係係啦，一學重點啦，係啦，係啊，有陣時啊，無啦啦突然間會有朋友打嚟啊，話喂，我你即係佢知道我架車咧，因為我唔錫車嘅，我揸車咧就啲車花曬咁樣，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喂，我架車放我，你要唔要啊？咁佢住得好遠嘅，我話，你放車你走啦，佢話我走啦。咁有啲咧就突然間話send個 message 嚟話，我十二月走啦。十月尾，即係過兩個禮拜就走啦。跟住話：哇，你揾到屋未啊？揾到工未啊？冇，全部未。主要原因兩個，第一咧，佢走就即係當然係呢個香港嘅局勢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話嗰啲細路，佢主要係為 for 啲細路，佢哋覺得啲細路咧過到去，佢都要時間適應嗰個學習環境。佢話你早啲過去咧，其實佢慢慢適應咗咧，佢第 for 佢日後都好啲。咁同埋佢哋去始終。我唔 exactly 知道啦，即係佢去到咧，佢唔需要特登去插班，即係有啲學校就要話你要係九月或者唔知幾多月先至可以入學，佢哋話而家唔使，好多學校都係 search 過直接入到啦。咁所以其實咁反正都係啦，早啲過去，咁辭曬職，突然間 send 到 message 我辭曬職噶咯，十月底過去啦。嗱，頭先你分析到幾個現象啦，第一樣嘢就係你從小朋友層面就好多小朋友。在很急時間裏面跟他同班同學要道別，因為要移民啦。甚至去到那邊，我經常想到一些日本一些劇集咧，即係好多時就係話今天我哋有一個新同學嚟，咁咧可能個個禮拜都有每周新同學農夫上榜咁嘅一個咁嘅情況嘅。係。咁然之後，甚至我都聽過很多老師裸辭啦，或者甚至即係究竟去到新的地方能不能夠找到教職，亦都係未知之數。因為始終教育作為一個專業，不同地方都會有佢自己的一啲政策，或者一啲即係嚴正嘅。咁可能無論考過牌啊，或者重新讀書啊，或者找到地方可以豁免又好啦咁樣。咁呢一代都講翻我自己細個時候古仔啊，即係講下古仔啦。有時即係思前身，有時都講翻啲遠線少少嘅嘢嚇。咁當然你話即係喺香港。即係移民潮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其實八十年代尾，特別係因為依一個嗱，響歷史有唔同嘅叫法啊，我將幾個叫法叫出嚟，有人叫做北京屠殺，有人會叫佢做六四事件，有人叫佢做天安門民主運動，有人會叫佢做天安門學生運動，亦都有人叫佢做依一個即係。八九年之後的一個六四風波等等嘅，嗱，你叫咩事件都好啊，依個我只係老啲。喺歷史上面講翻1989年6月4日發生嘅事，或者之前之後的一個歷史事件。咁如果大家都有印象就係咧，我當時讀書咧，試過某一屆啦，特別可能去到88、89、89、90、90、91啊，咁你知道我年紀都唔細㗎啦，坐喺度都唔細㗎啦咁樣，係試過一個學年裏面咧，係有三分一老師咧係辭工，跟住成家移民嘅嚇。咁基本上就係每一班裏面咧，唔多唔少一兩科一定會中，有啲老師係即係教咗好多年會離職啊，去移民嘅。咁啊，當然當年就因為即係可能啲老師都即係叫做後生啦，個人嘢啦。我記得30多歲啊。咁我識得有一個就移民咗澳洲，咁佢就好彩就因為。他就很古惑的他其實應該可能計劃了整年去移民呢就他老公在那邊呢是讀一些跟圖書館管理有關的課程所以那時候就經常呢是點過去是幫他是拍很多關於圖書館管理的一些書的就是當時沒什麼版權概念啊在港大中大這本書就拍啊拍然後見到那年教書就知道有些狀況就沒什麼心機教的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剛第二年開高級程度會考文科班不嬲以前都是高等程度會考如果有同學不知道有些朋友不知道想問查查什麼高等程度會考就是以前我叫中大入學試但是1980年之後就改即是比考評局即是那時候叫考試局即是舉辦就叫做高等程度會考當然你突然間叫老師由一個考試制度轉去另一個考試制度去教，咁所有嘢要重新備曬課啦。冇錯。咁啊，當年佢就我知道冇地，我佢同佢另一個老師都冇同時冇備課嘅。兩個都識嘅，其實，因為一個係我以前班主任。但係後屘知佢教地理係
唔掂嘅，咁所以我就冇收地利。咁我以為讀歷史老師應該 OK 啦。咁啊，啲人都死嘅。就當年佢係攞翻啲高等程度會考筆記咧，係教高級程度會考嘅課程。得嘅咩？咁我咪瓜咗咯，我咪 F 咯。哦，係啦 ，F 咯，幾好啊！咁啊，之前所有自己自爆自己童年糗事啦，所以唔該叫多啲朋友睇啦，真係。係啊，冇錯。要谷高嗰、那個。有內幕嘅。有內幕，即係定我願意爆料嘅，即係為咗谷，即係我唔會嗱，我會做一啲。老師規範裏面應該就係嘢，唔會除衫啊，唔會講粗口嘅，唔需要擔心啊，係啊，即係唔會黃標嘅，OK。係嗱，即係當然我諗，我都諗唔到就係當我讀書，我咁講翻十八九歲啦，十七八九歲，所以就唔到其實呢個情景竟然喺差唔多四十年後會喺我人生裏面再出現。而可能以前你係睇你老師一個一個咁走，而家可能從座位裏面以前學生咧，佢自己都已經一個一個咁樣去移居其他地方。係啊，係啊。咁當然即係依集裏面我係講到關於係老師也移民啦，即係依一集講個名啦。咁我諗唔單止老師也移民，唔係淨係走咗一個老師咁簡單。我諗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你有睇《思賢上校》，我哋咁多集喺過往幾個月都講到成個教育界點樣被染紅啦。冇錯。即係我講到楊潤雄本身係一個粗多嘅角色啦，咁歷史一定會審判佢嘅，依樣嘢我都唔需要擔心嘅。係。即係甚至要講到佢兩個小朋友喺澳洲讀書，即係你都會好見到就係好多時逼人愛國嗰啲人咧，其實就係最唔好話愛國啦，係再識埋國嘅。咁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即係咁，譬如我自己本身喺呢個月。即係都有學生移民啦，以前學生移民啦，亦都有以前朋友移民啦。咁雖然我離開教育界或者中學都已經一段頗長時間，都已經超過十幾年啦。咁但係實際上，另一個真實消息亦都同呢度分享嘅就係、其實甚至有一啲叫做 Band One， 一啲叫做可能係英文中學啊，或者係一啲男校啊、女校啊呢啲咁嘅名校咧，都開始。中途收插班生，嗱呢啲學校咧，以前要入咧，其實真係難過登天嘅。冇錯。譬如有啲就專登信天主教啦，因為信教加分啊嘛。或者信教，如果你萬一叩門去即係入學咧，可能會受到一個比較好少少嘅一個處理啦，即係可能會會收你學生、收你子女嘅機會高啲。冇錯。有幾個記得二年所現象嘅。喺香港，特別係一啲。我係叫做 Band One 嘅英文中學，或者啲叫男女校嘅英文中學咧，好多都係天主教嘅。係。咁所以好多朋友為咗要入學咧，甚至係會信教啊，會受洗啊，係做好多嘢嘅，真係即係好多咩東東啦。但依個亦都喺香港教育裏邊都係一個公開秘密嚟㗎啦。係。咁但係除咗頭先我講到就係話好多學生中途讀下移民走咗之後咧，咁其實出嚟個結果就係因為嗰啲學生佢一走咧。其實對於學校收政府的撥款是有直接影響的，即換句話講，如果你真的走得很勁的話咧，你其實真的會影響到學校嗰個日常行政、日常嗰個財政狀況，咁所以佢就一定要收插班生，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可能，點解某間男校、某間名女校點解會收一些下學期入讀的學生呢？咁當然，對於某啲人嚟講，就覺得係一個機會可以轉校啊，一某啲成績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詳細研究翻個現象咧，插班生固然係一個現象啦。資深老師走，咁然之後能唔能夠請到一啲合資格或者係有夠經驗老師都係一個問題，因為即係實際上喺過往呢十幾年以嚟，香港教育界甚至係即係唔好話大學已經冇吸引力啦。中小學本身其實無論是教之前 N 年前講教改啊，或者教師本身工作量啊，或者甚至講到而家。就老師提心吊膽，督灰啊，俾一個即係抹黑嘅親政府媒體啊、社交網站啊，有一個好出名就係當年督踢爆或者叫披露呢一個歷史科通識科嗰個網站啊嘛，咁等等呢啲嘢係令到好多老師真係教到心灰意冷，就覺得趁後生自己仲走得。唔單止離開香港啦，甚至離開依一個教育行業等等咁嘅現象嘅。冇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咁當然即係而家嘅楊潤雄教育界只係鬥爭自主線、學生教師利益
劈埋一邊啦，大家都知嘅，基本上會係。咁當然仲有其他即係股仔，譬如大家都會擔心就係話會唔會影響到日後八大收身，因為好多學生中途已經唔讀啦，或者走啦。當然入學機會會高咗啦。咁但係亦都有個矛盾之處，就係因為其實八大本身嗰個撥款或者甚至個學額嗰個分配咧，其實亦都嗱又係好慘嘅，就係成個都係一個咧係即係對於學生大學都係雙輸遊戲。譬如我都知道咧，最近即係有啲院校咧，佢哋某啲學位啊、某啲課程嘅學額係要減少或者甚至係大幅數咁削減。嗯，因為喺政府嘅政策裏邊咧，15,000個就唔改噶啦。咁問題關鍵就係話嗰15,000個裏邊咧，其實佢會根據好多因素咧，去到分配學位嘅、分配學額俾唔同嘅院校嘅唔同課程。哦，係。咁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你入嚟學生嘅成績。成績，係。好啦，即係話其實大家都知道，由2012年新高中課程開始，去到而家都已經都第九年啦，已經入到第九年。咁基本上大家或者我以前都有做收身啦，都見到其實個分已經係低，其實一路跌落去噶啦。特別去到一啲可能係唔單止嗱，當然你話三大亦都未必係一定有優勢，因為三大裏邊其實某一啲譬如話文學院啊，或者一啲人文學院本身咧，其實因為坦白講，其實喺香港通常我哋有個習慣就係話叻嘅學生會收好多係理科啊、數學啊、物理啊、化學呢啲科啊，係啊，中學少少係啦。咁所以其實相對可能佢哋嗰啲，可能嗰啲同學未來都會可能報理科啊、engine 啊，或者甚至報叫 finance 啊，即係實用啊、實用嘅數科叫實用。嗰啲科嘅分可能未必跌得咁勁。嗯。但係去到可能係去到嗰啲科，譬如話可能去到文學啊、哲學啊、哲學嗰啲跌得緊要嘅話咧。其實有可能因為你收分太低，再加上其他因素咧，係令到嗰啲課程學額減少咧，從而都影響到即係嗰個學系或者嗰個學科嗰、那個本科課程裏邊嗰個老師本身嗰個數目，可能有啲老師可能因為合約制嘅，可能因為唔夠錢，結果就要裁減。係啊，咁有一個咁嘅情況。嗯，咁所以即係我係單睇即係老師啊、移民本身咧。只是整個很大問題裏面的一個面向或者一塊啦。咁但係其實佢嗰個影響甚至可以係伸延到就係大學教育裏面某啲課程，因為佢收學生個分唔夠高，結果可能佢學額減少，而到到嗰個課程，佢真係會出現到一個所謂殺課程或者叫殺系入危機嘅。嗯。咁然之後唔好再講到就係話即係中學啊，即係甚至亦都會有可能都影響到好多。未來或者而家決定會唔會入教育界嘅朋友咧，即係香港嘅局勢啦，再加上教育界嘅狀況咧，可能亦都好多可能有志於教育或者有心做教育嘅人咧，都可能會卻步嘅喎。冇錯冇錯，同埋即係之前都有提過，即係個政府對現在嘅老師，其實唔好話邊咩老師，唔好話幼稚園、小學、中學甚至大學，佢哋對佢哋。即係老師係咪一個專業咧？佢可能口講係咯，即係我哋作為老師嘅啊，或者甚至有啲喂，我都已經有一定嘅才能，我去外國學，你話齋，我趁年輕，我去外國，我有大把機會啦。你都唔尊重我啦，係嘛？即係無啦啦咁樣可以咁樣，即係早前都提過啦，釘牌嗰陣時啦，好多人都唔服嘅喎。即係對啲老師心裏面諗，喂，仲要係你話我真係好有偏見嘅寫出嚟就話啫，已經好多人去為佢平反，個裡面講嘅嘢唔係真係好似你就咁單向片面嘅證據喎，或者甚至假消息，咪冇錯啦。但係最後尾你都係釘佢牌，咁點知啊？正如頭先講，哇之後點樣講啊？我用咩方式講啊？喂，我將來我嘅專業仲喺邊度啊？你都唔當我專業啦。咁我不如走啦，離開香港啦。同埋正係一樣嘢就係，即係另一個好可悲嘅就係，其實好多嘅國家正正都係面對住一個叫老化嘅問題。係咯，對住一啲年輕嘅有能力嘅人，其實係好想吸佢
啊，即係好似好簡單，英國其實一路講話 BNO， 你個誒話誒 BNO 呢件事，你話誒英國人好似哇為香港人打開道門去救佢哋，好似咁講，但係其實英國佢自己都有佢自己的需要，佢見到一班香港人年輕嘅，尤其是40歲、30歲、50歲嚟到仲有能力做嘢嘅，你嚟到英國啱啱填補咗佢哋老化而促成嘅一啲嘅空缺，喂，仲要講香港人即係走遮面嘅。大家都出了名啦，係嘛？你嚟到英國，喂，幫我做嘢，咪仲更加開心。但係淨係唯獨香港呢個地方，由喺學校到出到去，好似逢親成日講啊，年輕就是罪咁樣。即係點解要咁樣呢？即係對專業其實都唔止淨係教師，不過即係可能因為我哋係教師啦，係啦，係啦，睇到啦。但係其實開宗明義，冇錯啊！即係而家好似。專業呢樣嘢冇咗，即都唔需要啊。總之你同政府同一條路行得㗎啦。你其他嘢唔好理。上集都有提咩明日大嶼十幾個專業嘅報告，唔理，淨係你支持政府。係啦，我要推就推，我要推就推。唔係啊，所以變咗你都唔即一方面講就係話個唔專業啦，另外一方面我都唔尊重，直頭唔尊重我嗰個位置啦，唔尊重我存唔存在，你有我又得，冇我得，我咪走咯。甚至有啲年輕人都講，即係我有啲即係師弟師妹咁啦。其實佢一畢咗業，大學畢業第一時間做咩？其實早兩年已經係 working holiday 啦。咁你再攞翻 working holiday， 平時攞啲 experience 啊，成而家佢哋甚至講，哎啱啦，我直頭自己個人都唔喺香港啦，已經係諗緊。當我呢個 working holiday 完結之後，過多即係睇下喺嗰度當地揾唔揾到工，揾唔到工就直接又攞住個 passport 直接就去英國啦。係啦，就係咁。嗱，當然頭先講到其中一個情況就係因為始終有所謂 BNO 平權嘅關係。平權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特別係97年之前出世香港人，根據最近嘅一個報道就係話。即係申請 BNO 的香港人似乎即係數目當然會係大增啦。係。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我諗可能係依一個英國當地嘅一個即係護照局見到咩情況咧，亦都加快嗰個審批啊，冇錯，嗰個快咗好多速度嘅，快咗好多嘅，就冇以前咁樣話等成個月啊或者一個零月咁嘅一個情況。咁當然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我諗喺短期嚟講其實。即係大家都可能都會忍受或者係忍痛去面對嗰一種因為政局嘅昏暗啊、教育界本身嗰個淪陷啊，或者甚至嗰個白色恐怖啊，而出現咗好多好快、好劇烈，好多人離開啊、走啊，或者甚至即係可能亦都有，我都好相信都會影響到學校日常實際運作，無論係教學。甚至無論是依一個即係日常，即係學校你唔係淨係教學啊嘛，又做開好多嘅一啲即係雖然你話而家學校水運會又冇，陸運會又冇，好多公開活動又冇，咩都冇，頒即係可能連頒獎典禮亦都冇。但係始終喺學校裏邊，譬如簡單到係即係處理學生問題，即係雖然你話而家線上上堂或者其實而家大家都唔知停課停到幾時，因為你見到成個疫情似乎第四波去到已經基本上已經去到一個即係我都幾覺得係一個失控嘅情況，因為即係政府本身嗰個對疫情嘅隱瞞啊、唔封關啊，特別即係好多人已經講到就係話根本因為話明嗰啲全部都係達官貴人同。北方政權有政商有密切關係，於是無論你話隱瞞啊，或者甚至講到紀律部隊組群啊，有隱瞞啊，冇錯。咁好簡單啫嘛，即係如果你覺得沙士死得唔夠慘烈嘅，咪今次去幫佢即係十倍逐鳳凰咯咁樣。咁當然即係可能節目裏面都未必講到就係話，究竟如果林鄭繼續在位嘅時候，其實武漢疫情、武漢肺炎會唔會香港消失？咁一個大家都有個存疑喺度。就算你話連疫苗本身都講大話啊嘛，大大聲講就話哦，我有中國、有美國、有外國疫苗，但其實又是中國疫苗，全部都係啦。咁所以唔緊要㗎，即係你最好就係現場直播咧，林鄭月娥同埋一眾司長加埋相關官員咧，係打中國疫苗。睇下會唔會跟住冇耐之後就面部抽縮，跟住就歪嘴歪面啦。咁大家都密切留意。林鄭月娥會唔會又係得個港字？即係等於就係話林鄭月娥好愛國，但係佢啲仔女去曬外國，一個咁嘅現象啦。嗯，冇錯。同埋好多時即係呢啲
在香港令人覺得很悲慘的令到哇不走不得的另一件事，就是剛才有說即很多事都是隱瞞了，是還有很多事都是不可以，即這個我覺得這個很可悲的，即 你連有病的那班人之前又說要通報，是不是又要用什麼有個安心、安心出行雙身上路又叫即你又搞這麼多這些事，前線的醫護人員面對這個疫情用了多少 的心血去做，很多專家說你要怎樣怎樣，其實很多次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去到今次第四波很多次都是有很多專家說話你應該怎樣做，你應該怎樣做都是不聽，去到後來後知後覺，說了很多次後知後覺，不要說那些什麼擦不擦鞋，根本都 不 stop 一些 source 的，即你在這個地方還見到多少未來呢？這個是我跟一個朋友即說開他移民了，他要走了，喂香港還看到什麼未來呢？你問我，我自己即剛才你問我有沒有想走，我就有一定會有這個的了，我相信沒所謂個人決定，個人的事情所以在這個節目裡面拍到個人的一個決定，是 但是我有一件事，就是說即當大家見到一班即一路這段時間見到很多年輕人在香港出了很多力啦，嚇！唔好理個即政見上有些人覺得哇，佢嗰啲係做破壞啊成，你都仲見到個將來。但係當去到呢個疫情嘅時候，見到或亦都呢一年對針對住呢班年輕人，針對住一班嘅專業，慢慢呢一班人都失去咗一個希望，走得嘅走。我覺得我其中一個我係好唔開心嘅，見到許智峯議員走嗰下係。哇好心痛，即係見到哇佢又唔係嗰啲好誇張地佢嘅議員，我好記得我有陣時喺唔同嘅地方都見到佢，都唔係嗰區嘅議員嚟嘅，但係佢走埋去幫手咁樣，即係去調解事情啊，或者去睇下點樣幫到手啊，嗰樣就走咗，一走完連個户口都俾人動埋，即係呢個其實係即係翻翻去個 topic。即係一個老師，佢如果又係翻轉頭，佢有呢個能力，係咪應該要走呢？其實佢對佢嚟講，係咪真係可能仲對香港或者對自己啦嚇？唔知啊，佢個未來就更加好咧，更加大嘅發展。咁正如我哋平時講，劈炮唔撈，點解劈炮唔撈？咁有好嘅地方，點解唔轉咗？同埋坦白講，即係我自己都有個覺醒嘅，成件事就係話，即係當然睇香港。其實都有一批即係可能做政府部門啊，各方面啦、啊，佢係基本上真係以一種專業或者一個忙我精神，咁甚至即係有人會講到張竹君老公都死咗，咁但係都照翻工啊，係記者之道活。但我有另一個諗法，即係大家喺思賢所有裏邊，我希望有一種批判思考，呢個好重要，嚇，就係話，咦，你其實？張竹君有沒有隱瞞過疫情呢？咁大家都可能大家都知道，原來對於某一啲人或者對於某一啲背景人咧，似乎有啲資訊咧，佢係喺度閃爍其詞。咁要大家去諗一諗，即係大家對於某一啲官員，似乎懷有希望，係咪一種即係叫做痴人說夢話各方面？咁另一方面都分享咗一個真實故事啦。因為我覺得《思賢上後》其中一個賣點就有真實故事嘅。係。咁啊，話説就即係當然，其實在政府部門裏面其實都有一個醫務衛生署啦。咁甚至我會講到就係你見到可能喺張竹君旗下嗰陣，可能疾病防控中心裏面喺面對呢個疫情，基本上都已經成年啦。咁基本上咧，你掂親武漢肺炎呢個疫情咧，相關政府部門裏面嘅一啲即係叫 team 一啲隊伍啦，一啲即係唔同嘅一啲即係小隊咧，基本上係做到死嘅，做到惡劣嘅。咁當然有人就會話，即係咦你咁樣批評政府啊，或者批評呢班人咁樣好唔公平喎？因為實際上咧，個情況就係咁嘅。政府寧願將資源咧擺去明日大嶼啊，擺去即係俾一啲即係傷害香港人嘅某一啲政府部門啊，但係好多時上面好多時都唔肯加人啊，或者開咗位但係唔 fill 人啊，同時又唔肯推新嘅服務啊，做到好多同事死嚇。冇錯。咁然之後就係咁講就係話，其實
咁樣就係唔理想咯。咁問題關鍵一樣嘢就係話咩叫唔理想呢？即係好多時候我會見到好多喺政府裏面做嘅人咧，已經學好學唔學咗一種語言藝術。我會話一個學生唔理想就係話你原本應該攞 A 喎，但係點樣攞 B 啊嘛？但問題你個實際情況就係話你係攞 F 啊嘛，或者係攞 D 加啊嘛，咁就叫唔理想嘅。嗰、那個直頭係唔合格添啦，唔合格添啦咁樣。咁當然我諗好多朋友喺政府裏面做，都唔多唔少受到政府嗰種文化渲染啊，或者叫污染啦，可以咁講咧。係似乎即係忘卻咗自己，你其實都係市民嚟嘅。嚇，同埋做公務員更加應該有一種批判精神，對於自己做嘅嘢，對於自己部門做嘅嘢，自己部門主管領導嘅嘢。是要更加要警醒有沒有做錯，沒錯，不是說因為、哦、我們的同事做好死，你的同事做好死你不出聲，你當然反台啦，不反台都提供一個反建議啊，是咯，如果反建議不要反台啦，是不是呢？你不反抗他就吃住你，被他叫做道德勒索，結果做死都沒人同情你之餘，他就繼續做衰下去咯。所以我想在節目最後的部分呢，就是由這個就是教師也移民去到對於整個教育界啊，或者甚至對於整個疫情本身我們即究竟有什麼觀感啊，或者去到現在、即基本上好可能有些甚至有些朋友說今年四波明年三波七嘛，七嘛，那就七波了，這個都不出奇，真是大王了。即係唔好以為舊年某段時間疫情舒緩咗好似冇乜嘢，因為問題成件事就係人禍。人禍嘅話，究竟幾時會出事咧？係冇人話到俾你知嘅。啱嚇，即係等於由依個慶回歸組群去到跳老母組群，咁呢啲10%-200%嘅人禍嘅話，好似㗎，其實兩個組群你發唔發覺？係啊，都係咁樣唔戴口罩，然之後去到口罩啊，都係達官貴人啊，同政府好 friend 啊，咁跟住就攋嘢啊嘛。咁呢一個都係可能某程度上都係對於一啲親政府人士一個天意上面嘅懲罰嘅。係，咁去到節目最後尾啦，就有啲咩同大家再講一講啦。唉，我都即係希望即係繼續留喺度嘅嚇兄弟姊妹們。加油啦！雖然真係即係無論係疫情或者成個政局或者各種工作生活嘅壓力好大嘅，即係令到大家好唔舒暢、好唔開心。但係希望啦，即係成日都講啊，最黑暗嘅唔係光明前嘅係最黎明前嘅啊，即係黎明前嘅嚇嘅天係最黑暗。希望真係。我哋捱到黎明嗰個時候啦，希望即係都冇辦法㗎啦，要走嘅。我覺得都冇得講啲乜嘢嘅，即係唔係話有啲好唔開心嘅話走啊，好似背棄咗香港啊，成啊。但係唔好，千祈唔好咁諗。能夠走嘅係可能將來第日香港就係靠呢班離開咗嘅。正如你頭先提係嘛，第一波嘅移民。好多即係移民回流潮，就係帶住啲資金翻翻嚟香港，跟住就喺嗰段時間令到香港又彈起多一次。唔知啊，希望留喺度嘅又好，出咗去嘅又好，總之大家繼續記住自己係香港人，繼續為呢個屋企、為咗呢個家出力啦。希望係咁啦。我啊，你問我啊，我諗，如果你有睇節目，你都見到我都唔係話好悲觀啊，覺得唔係我悲觀啲啫，唔緊要，每個人都有因為佢嘅可能成長背景啊、佢經歷啊各方面都唔同嘅一個諗法定位。係，即係當然可能都會問啲點解你咁唔悲觀呢？咁樣或者即係我諗問題關鍵係你會見到香港人佢最終都唔好似新疆人啊、西藏咁樣去接受命運啦、啊。咁結果哦，呢、這個係搞自即係搞到兩地嘅人。當然你新疆人其實試過不同的方式啊，人會叫做恐怖主義各方面亦都失敗了啦，咁結果都是中共高壓統治啦咁樣。咁但始終香港都是一個國際城市，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就算你話一國兩制冇咗，但實際上仍然不能夠去到好似話封關啊、封互聯網啊、封外國資金各方面。咁當然呢啲其實亦都有可能發生咧，大家都會即係過多排就少嘅一啲即係預防措施。嗱。我自己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分享啦，我成日覺得咧，喺2020年嘅香港人咧，
其實大家都好像在做一個修行的、我自己就都有一點的創作跟大家分享的。好，我就說亂世是修行的市場考試、恐懼是修行的試題、我們要每個人都要做這個恐懼，無論是疫症恐懼、沒有自由的恐懼。痛苦是修行的鍛鍊，一定個過程很痛苦、打擊是修行的重考，即是一定會輸、一定會有不同的打擊、要重新來過。那當然我作為老師，我不是說趴低個波由得你死的啦，咁我就會咁講嘅，即係通常我哋啲即係出嚟撈開嘅名師咧，就會有答題技巧教嘅。我答題技巧會點咧？熟習市場周圍形勢，掌握內容，操熟試題，真係要操㗎，其實要考得好。鍛鍊得力兼藝術，真係唔係話我做一次就夠啊嘛，可能你即係做三四次做熟，真係你發問都記得啲試題點做。重考經驗真更堅持，即係有啲人重考覺得。好冇用，好羞恥，但重考正正就係覺得你要做到嗰樣嘢，一次唔得咪做第二次咯。冇錯，當然人會覺得有用冇用即係迷失，係啦，其實一種迷失嚟嘅，有用冇用，因為好多嘢都係試啊嘛，歷史都係試翻嚟啫嘛。冇錯，等候計劃機會際遇，即係有時真係等計劃，有啲嘢你可以計劃定嘅，有啲嘢你等機會嚟嘅就把握機會，盡情發揮。博盡無悔，依、這、一個好多大專院校辯論會辯論都經常用嘅口號，博盡無悔。博盡無悔，道路就係咁樣行出嚟㗎啦。咁依一度咧就送俾各位之前所有朋友作為我哋依個節目嘅聖誕禮物啦。係啊，咁我哋今日咧都已經送咗五分幾送俾各位聖誕禮物咯。係聖誕禮物，幾足係啊。咁我哋係咪下個禮拜都會見咧？係啊，下個禮拜我唔記得啦。係啊，應該係嘅。下個禮拜就算唔係下個禮拜，都再下個禮拜嘅，係啦。咁我哋下次再節目時間再。下個禮拜好似係 KM 我記得係。好似係啊，唔記得。好啊，好啊，下個禮拜見啦。拜拜。